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10月14号，瑞龙龙龙奈9:37出发的是214江北健康花莲的 PP 之家。我22号要搭那台 PP 之家，对啊，到花莲。然后这班是4314江沿线靠树林的 EMU585 机电更新的 EMU585 区间车，拜拜。整个更新完，哇，超酷！对啊，你看这连整个那个加速声都不一样，真的超神。只能说，旧有的还是比较好听一点的。然后这个是新的机电系统更新的，用585圈的4314就沿线高速两圈的。在瑞芳站，这里谢哥哥，你好，拜拜。